如何进入文学意境，如何领略文字之美。中国古典文学学者董梅继续与我们娓娓道来。我个人提取出了一个结构，就是敏于感，富于情，正于性，通于思，见于道。它其实是中国文化这个体系内所可能生成的一种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作用于人格的成长，那么会有可能生成什么样的理想性的人格。我们讨论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对于它的一个基本属性，就是它是讨论，它是表达人类的情感的。所以我们讨论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感情，有50%是要问你和外界有没有建立起健康的联系，或者说你有没有善用自己的五官，你没有善用自己的眼睛，善用我的耳朵，从周围的世界，大千世界，或者说万物之中，能够见我所见，听我所听，看到该看的，听到该听的，然后收摄入自己的内心之中，和内在的情相交合一处。具体到对孩子而言，一个幼儿从降生到成长，他的感觉和知觉体系成型的这个阶段里边，我们有没有给他以适宜的引导，使他建立起健康的感和自己内心的健康的情结合在一起。其实世界就在那儿，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花花草草，风云雨雪都在那儿，但是你有没有感知到它，你有没有把它接纳入你的内心世界之中？你作为家长，对于孩子有什么样的引导？城市文化中的元素都是值得了解、值得学习的，但是有没有同时，有没有让他看到蓝天白云？有没有使他意识到这些是他的世界之中应该有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花花草草，小蝴蝶在飞过，或者蚂蚁在搬家，就是有的孩子他会关注到，就是他碰触一下那个昆虫，那个昆虫就会迅速想要跑，他会觉得他害怕了。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他把那个世界已经收纳入自己的这个感觉世界之中去了。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敏于感，富于情，你要是一个内心丰满的人，而不是一个乏味的人。这个乏味不仅仅是相对于趣味而言，就是你是不是一个内心贫乏的人，在你的生命关注之中都有哪些基本问题。我觉得敏于感与富于情，这个应该是我们在讨论健康人格之中都应该具备的基础，我觉得它是地基。但是我所说的敏于感，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过于敏感，而是感知力、觉察力。对，不是过敏。你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丰富的、不乏生命感受力、感知力的生命个体。我们之前可能流行过一句话，叫做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是吗？嗯，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满足了这两点，有趣的灵魂会随处皆是。嗯，如果在这两个阶段停留下来、固化下来的话，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会生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嗯，就是完全在自己的个人范畴内，完全在小圈子、小情趣的范围内。嗯，所以人格需要发展的。嗯，这个发展是需要升华，需要更进一步，冲破自我，就是成为一个在自己的生命关注之中能够容纳他人，能够关注他人，并且共情于他人，这样的人就是正于性。性是大家读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性。情和性之间的差别是，情是富裕而生的，
我们它是有个体性的，但是性是我们从人性之共同所提取出来的，就是它是人类所共有。能够提取出来最基本点是什么？就是性善。有学生会问我说，老师您就是真的是性善说，就是是相信人性善的吗？其实我是相信人性兼善恶的，但是我更加坚信人性向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是多面的，但是我相信人类在这样的进程之中，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人格的发展进程之中是向善而生的，我们是有自我克服性，人性是有自净的功能的。所以向善其实就是利他。在中国的文化的范畴内所生成的，其实我们的文化的主体儒家就是这样的讨论人和群体关系以及群体理想，它的支柱它的核心就是人。人是什么？仁者爱人，其实就是利他。如果我们能够以正于性作为自己的要求的话，那么你的视野之中就不会只有自己了，就不会只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有他人之喜怒哀乐。这个可能是一个次第过程，你首先能够注意到你的身边人，你的亲人、家人、你的友人，然后更推而广之，给予众人。可能和我没有这样直接关系的人，但是我也能以他之痛为痛，甚至以他之乐为乐。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人已经完成了对于自己的小我人格的突破。我谈的这些其实都不是抽象的，我们的文学里边大量的作品之所以会生成，其实都是因为有正于性这个层次在内在作为一个人格的支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已经在一个很高的层次，就是我们眼中心中都能够有众人，都能够有众生。以儒家的语言而言，就是你可以有苍生，你已经可以能够体会什么叫做浩然之气了，什么叫做正气了。对，浩然之气它不是一个虚词，真正能够摄于天地之间的，不是你把自己可以摄于天地之间的，是你能够真的心怀广众才能够产生这样的大命题的推动下有的崇高感。